将两个机器对齐，这个巧的，紧实。这个机器电源线引到配电箱里边，接到右侧，这边稳电源线，接好。将小配电箱插头找对方向，紧实。倒入兑好的乳化液，加入一桶半，将拉杆上上，紧实螺丝，打开电源，这边水泵上水，上模具。将加模具的松开，刀杆插入，上好隔箱。这边将模具上上以后，先不要加紧，对齐入丝轮、入丝管、模具一条线。这边模具、入丝管、压丝轮一条线，到时候可以调节右侧螺丝、入丝管，可以左右调节。调好之后加紧，紧实，用力紧实，不要让模具转动。压丝轮摆动方向，进线一定要对齐，紧实这个螺丝，外侧一样。